神为难是你的有应啊。哎，我的女神，那你请教一下，你还迷人，并且艾斯威尔全沙滩的男人都迷昏了。不管，我改变心意啊，你爱心陪我。什么声哇？怎么样？不管什么声，我都不会管你。老公，你的电话啦？没接电啦。老公啊，你要先接一个无？凡事有真重要代志呢。嗯，好了，接完这通我就关机。孩子，我今晚人伫咧无闲，有啥物代志明仔再讲。等下啦，你先莫切断，我这无烧水呢。人无伫台北，而且这嘛不是我的工作范围，可能也麻烦你去找水电工。无啊，我就是找无水电工，而且今麦应该是找你较紧。真歹势，我伫个真远的所在度假。我知啊，因为我今麦住伫你楼下的丘比特房。什么代志啊？